常常啊，有酸民骂我。Who care? Who care? 怎样？要加 S 哦？怎样？要加 S 吗？妈的！妈的！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大家好，我是赵正平。等一下不笑的，等一下不笑的，小心我找人弄你，小心我找人弄你。小 S 都说我长得像青蛙，小 S 都说啊，我长得像青蛙，所以我戴的眼镜是蛙镜，所以啊，我戴的眼镜呢就是蛙镜，我穿的鞋子呢就是蛙鞋，我跟女友炒饭，我跟我女友炒饭 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， 我问过伟忠哥，我适合做幕前还是做幕后？我到底适合做幕前还是幕后呢？他说我最适合做三杯，他说我最适合。做三杯。我有次去星巴克遇到别人插队。我有一次去星巴克遇到别人插队了。我呛他，你什么咖啊？我呛他，你什么咖啊？他说我点冰美式。常常有酸民骂我。常常啊，有酸民骂我。Who care? Who care? 怎样？要加 S 哦。怎样？要加 S 吗？妈的！妈的！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除了康熙啦，我以前也常去国光帮帮忙。我以前也常去国光帮帮忙哦。到后来真的是不太想去。到后来真的是在不太想去。开客运很累耶。开客运很累啊。我跟我女友的爸爸关系很好。我跟我女朋友爸爸关系很好。我平常都叫他爸。我平常都叫他爸。他都叫我。他都叫我。不要打他。不要打他。我以前组过一个团体叫警行厅男孩。我以前啊组过一个团体叫警行厅男孩。大家听过吗？大家听过吗？我们团员都有各自的定位。我们团员啊都有各自的定位。我是警行厅保镖。我是警行厅的保镖。梁鹤群是警行厅的司仪。梁鹤群呢是警行厅的司仪。林志贤是谁？林志贤是谁？火化的时候其实很适合放警行厅男孩的歌。火化的时候啊很适合放警行厅男孩的歌。火还没来。火还没来。你阿公就先跑了。你阿公就先跑了。我去割双眼皮之前。我去割双眼皮之前啊。很多人都劝我不要。很多人都劝我说不要。但是。但是。哼我照割。我投资了200万做牛肉面。我今年啊，投资200万做牛肉面、啊。有人说我乱花钱。有人说我乱花钱。哼，你是没看过我的双眼皮。哼，你是没看过我的双眼皮吗？我最近也说了。我最近也说了。只要年底前我的面业绩破千万。只要年底前啊，我的牛肉面啊业绩破千万，我就娶我女友。我就娶我女友。现在才八月初。现在才八月初哦。已经卖800多万了。已经卖800多万。我现在宣布。我现在宣布。停卖。停卖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赵正平，呱呱呱。